你不是王景惠吗？我是孙川呢、啊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景惠，对不起，哎，景惠，孙川，你再盯着我不放，我叫警察了。我没盯着你不放啊，就算我们是老同学，几年没见，没想到你变成这样。哎，景惠，螃蟹夹着你了。原来是螃蟹夹着我，我以为是你拧我呢。怪不得你打我一下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听说你进了天南大学。哎，去年毕业了，你呢？我没进大学。在哪工作？在家里。结婚了？没有。自从我母亲去世了，家里没人照应，所以我在家里管家。火车快到了，那我当心夹着手。我和你一块下车，再想办法来。好的。衣服弄破了，待我下去拿水浇它，也许会放了。也好。难得的，母亲叫我买几斤螃蟹回家，就闯祸了，真是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把衣服都弄湿了。没关系，你坐会啊，我去换点衣服。明天我再买来请你们吃，好不好？不，别客气了。不费事，很方便的。哦，我忘了给你倒茶。不要客气了。你在哪儿做事？华清药厂，小差事。请坐。这位是。这是我们妈妈。哎，不许动，叫疼了不要哭啊。我不哭，谁上小铺天天哭。姐姐，小峰又挨打呢，现在在大门口哭呢。你们出去陪他玩，叫他不要哭啊。哦，去吧。小凤是隔壁人家的孩子，后母虐待他，真可怜。爸爸回来了，妈妈回来了。爸爸，这是我的老同学孙川。老婆，请坐。啊，爸爸是在德育中学教书的。啊。小凤，小凤，你这个死丫头死到哪儿去了？还有哪个过来？你现在把就知道，别在外头，你现在。这么一点大的小孩，还有他的弟弟，比他还小呢。我们真看不过去，老想搬家。我得走了，老婆，再见。不多坐一会儿吗？不了，晚上我还在上课。你还在念书吗？在研究院上夜班。你在学什么？戏剧学。你还那么用功。明天如果你们没事，我带螃蟹来。我们念螃蟹去了。吃饭得了，又不叫带东西来了。小弟弟们喜欢吗？我走了。老婆，我们念螃蟹去了。
孙川呢？他跟弟弟在外头玩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孙大哥大弟明天带我们到名媛玩，姐姐你也去，姐姐你也去。别胡闹，孙大哥哪有空呢？明天礼拜六下午我刚好休息，难得的，就让他们去吧。快去洗手吃螃蟹。又让你破了，那句话啥意思？请坐。怎么还没回去？哎，等你啊。等我？我想约你去看场电影。你不是每个礼拜六都要陪孩子们去玩吗？是，今天例外。他们有人请客到名媛去玩去。锦慧的妈去世之后，我很久很久没有想过这种亲夫，所以我不愿意到外边去玩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这几年来我幸亏有你这么一位朋友，我要是没有你这么一个朋友，我也很寂寞。年轻几岁，我一定希望永远和你在一起。Thank you.
我回去了。进来坐会儿吧。刚回来，回来一会儿了，弟弟都睡了，请坐吧。你们上哪儿去玩的？去了很多地方，孙先生请我们吃晚饭，又请看电影。啊、哦，又让孙先生花钱了。哪里哪里。啊、哦，孙先生，您几时有空，咱们一块到郊外去野餐好吗？好啊，我们哪天去呢？哎，我们来决定一个日子。这样吧，我让姐夫跟你联络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什么花？我也不知道，就长在那边。什么时候开的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。我们去看看好吗？姐姐，我们也去。警方，警察，来来来，我们来钓鱼。我们去钓鱼。来，我们来钓鱼。好。奇怪，曾经在学校的时候。我们不大接近的，现在又反而常见面了。那时候我还小，我老想跟你说话，就是没机会。其实那时候我也。你也怎么样？我也没机会跟你说话。
最近我觉得我真老了，女儿都快要结婚了。是吗？听你说你女儿好像还是个小孩呢。其实是还小呢，可是她已经有了男朋友，看他们的情形好像就快要结婚了。你问过他们了吗？他们不提我也不问。女儿结了婚，你就更寂寞了。可不是嘛，还有两个孩子也没人照顾。女儿大了，总有这么一天。可是没想到这么快。我走了。哎，咱们一块儿走吧。明天见。好，明天见。拜拜。拜拜。这死丫头，一天到晚搞不进去啊！你把这家里的人家试试的，你还不走啊？在外头。丫头，你碰他爸爸，他更加饿，我们再给他吃，他们还不让他吃。爸爸，爸爸。王小姐。以后你不要给他吃东西，他就是这个贱脾气，好好的在家有饭不吃，天天出来讨饭。没有给他吃什么呀？死丫头，还喝了吧？王小姐，刚才那位是不是你爸爸的女朋友啊？我爸爸有女朋友？没见过，刚才在门口没进来。哦，本来你爸爸早被许仙了，这么多年了。我爸爸不会结婚了，这你等着瞧吧，就快了，我们爸就要喝他的喜酒了。死丫头，还早啊！一天到晚哭，真是嫌你好赖别人。一位同事。哦，谁呀？李小姐。
这歌很好听的。你唱一遍。有几句歌词都记不得了。姐姐，你唱啊。请你替他唱一下。来。花要开，树要干，最善自暖，自由怀中抱，叮咛到尘人。花要开，树要干，
没什么。现在找事情真难。我的一个老同学，他托我留心给他找份事。他想做什么事？职员、小学教员，什么都肯干。他有没有念过师范？没有，只念过中学。中学的文凭是没有用的。爸爸，他家里很苦，您想办法给他帮帮忙吧。听说青州岛有个青州小学，到现在还没有请到教员，大概是待遇比较苦点，他要是愿意的话，方可以去试试。哦，我告诉他，叫他去试试。好，我出去溜溜啊。景慧，景慧，景慧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慈母送的唱片。我出去。哎，上哪去？我有一个朋友刚回到香港来，他要我到青州岛去玩。这小岛有什么好玩的？岛上有个别墅。哦，好阔呀。谁呀？是个医生。医生从哪回来？从加拿大回来。怎么从来没听你提及过有这么一个朋友？告诉你的，我以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过我现在告诉你还来得及。我觉得对不起你，因为他走的时候我还小，不懂事。现在我才觉得钱的重要。我不明白你的话。这还不明白？因为他有钱，他可以送我弟弟进最好的学校，将来还可以出国留学。你是说为了两个弟弟，所以你才一直跟那个医生？也不是完全为了他们。我不是告诉你我跟他从小就在一起？难道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完了？那么你父亲一定也赞成啊？爸爸还不知道呢，他是个离了婚的人，我一直不敢告诉他。不过我现在已经大了，爸爸也不能干涉我。到现在我才知道，我不认识你，完全不认识你。Thank you.
官呢，问下是不是要请教员。是的，请坐。你以前有没有教书的经验？没有正式教过书，不过我常常替人家补习。啊，贵姓？姓王。什么学校毕业？史地、英国算你都可以吗？可以。不过校长不在这儿，我是个代课的，这个待遇不算坏，280块钱一个月，还管吃住。不过，岛上的生活是很寂寞的。我不怕。我很奇怪，你这么年轻轻的，为什么愿意跑到这么一个荒僻的地方来教书呢？我是为了生活，为了养活两个弟弟。两个弟弟？你家里除了两个弟弟还有什么人？没有，我是个孤儿。奇怪，你的环境跟我完全一样。我也是个孤儿，父母都不在了，就靠我来养活一家，送弟弟妹妹们进学校，现在总算熬出头了，他们都可以自立。您贵姓？我姓李。啊，你把地址写下来，我待会儿跟校长说一声。我就要搬家了，我的信请一个同学转给我。我要走了，我送你到码头。不要客气。不要紧的，现在放学了，我也想出去走一走。受教育，每天下了课还要去好几个地方补习，改卷子要改到半夜，日子就这么一年一年的过去了。他们都大了，可是我老了，他们现在都结了婚，个人有个人的家，就剩下我一个人。结婚吗？以前根本谈不上，家里头有那么多的孩子，谁愿意背上这份家累？难得说，你也从来没有过一个知心的男朋友。现在有一个，可是太晚了，我们都到了这个年纪，而且他已经有了子女，我不愿意让人家骨肉之间发生问题。他为了这件事情也很痛苦，所以我到现在还不能决定。你不能再牺牲自己了，将来要懊悔。我告诉你这些话也是为了劝你，一个人年轻的日子很短，得自己珍重。我知道环境太寂寞了，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不适合。我实在需要找事。我也走了，
校长让我去说，大概没问题。谢谢你。出去了，一定又是跟那个女人在一起。开了学，他们当然天天见面了。你们过来。下个月我到青州岛去教书，你们也借那个学生念书去，我们可以天天到海滩去玩，好不好？姐姐是真的。我教你们游水。姐姐，爸爸也去。爸爸要做事，不能去。爸爸不去，我也不去。我也不去。尹爸，尹晨，哎，今天我们吃螃蟹，喜欢不喜欢？嗯。时间过得真快。秋天了，又有螃蟹。孙川今天来不来啊？请他吃螃蟹。他有事。哎，奇怪，他老没来了吗？他最近很忙。哦。哎，小心夹手。干净，做哥哥的难为情不难为情？嗯，哎，你怎么不吃？我先不理他们吃。哦，今天呢，我们跟爱情书院比赛篮球。吃完了饭，咱们去看赛球好吗？怎么，今天都变了哑巴了？我马上吃赛球去。你们为什么不跟爸爸说话？爸爸也是真的结婚了，也是应该的。我们凭什么不许爸爸结婚？你们将来大了，结婚了，个人有个人的家庭，爸爸老了，难道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待在家里？姐姐，我们都不结婚，陪爸爸。别说孩子话。真的，不骗人，我一定不结婚。哥哥，我们告诉爸爸，我们不结婚。对，我们陪爸爸。别去跟爸爸说。我知道你不肯说不结婚，你要嫁给孙大哥。别瞎说。姐姐要结婚，不要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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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姐姐要结婚。
姐姐，你真的不结婚？不许赖的。真的，一辈子不结婚。我一去告诉爸爸，我们都不结婚，陪爸爸。钱，孙大哥，你干嘛不理我吗？我孙大哥，你有说借钱，我们当心借去。你们现在阔了，还找我借钱？啊，孙大哥，借两块钱，我们当心借。孙大哥，好，不理人，你别想跟我姐姐结婚，她一辈子不嫁人，一辈子不嫁人。姐姐说的，你嘛，快有个阔姐夫了，还要送你们出洋留学呢。不，姐姐说她一辈子不结婚，陪爸爸。骗你们的。真的，她下个月要去教书去了，我们也去，我们也进那个学校念书。教书？你们没看见有个医生来找你们姐姐？没有啊，没有人来找他。他是不是常常出去？老没出去，他天天在家。哎，在青州岛上，我碰见了一个女孩子，她的遭遇跟我差不多。她也是孤儿吗？也有兄弟妹妹吗？嗯，两个弟弟。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老是忘不了。他说，你不能再牺牲自己了，将来要后悔的。秋欢，你也替我想想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我们已经等得太久了，不像年轻人等一年两年无所谓的。你不知道，有的时候你一个人回去了，我站在街上看着你们的窗户，里边点着灯，我马上宣布月底就结婚。我们不养你，我们不养金妈妈，不许胡闹。秋欢，秋欢，爸爸，秋欢，秋欢，爸爸，你跟我说啊，是不是？爸爸，姐姐说我们三个人都不结婚，陪你。胡说，什么结婚不结婚的，走，跟我回去，走，马上跟我回去，回去。秋欢，秋欢，
你别跟这俩孩子生气，你骗我。我知道，你骗我是为了我，可是你不想想，这样对你对我都没有好处。我是没有办法，我不想害你。不要再说了。什么时候结婚？等你父亲回来，就告诉他。你们不能这么说的，有些事情你们不懂的。来，我们好好谈谈。来。
没什么事了，改天见。爸爸，弟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没有回家吃晚饭，我到处打电话都找不着。嗯，奇怪，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4点多钟。啊、哦，4点多钟，回来没有说什么？没有什么。真的没有说什么？有是有，都是些孩子话。这两个孩子真是的，我去找找他们。上哪去找呢？我都问过了。就怕别给车碰了。老婆，他们回来没有？没有。上哪儿去了呢？据说工人都关了门了。哎，他们下午在我这儿拿2块钱车钱，会不会到郊外去？上次也山地方，我在那见过他们。可是我叫他们回来了，现在这么晚了，他们不会再去了。这样吧，我去找找他们。用不着着急，他们是赌气出去，一会儿就会回来的。他们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一辈子也不能原谅我自己。这又何必呢？又没人怪你。怎么不怪我？就是因为他们看见你跟我，上哪去你？到街上去找他们。我陪你。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见我跟你在一起，更不好了。那我们分头去找，我到郊外去看看，也许他们又去了。全查过了，没有这两个孩子。哦，糟糕，他们已经不见了有好几个钟头了。好，这样吧，我现在通知所有的警察局注意这件事，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。好，行，你把你地址留下。
你姐姐在找你吗？请问有没有看到过两个小孩？小孩，一个九岁，一个八岁的。没有，没有。我想请你帮个忙，我怕这两个小孩掉在水塘里头，能不能请你跟我一块去打捞一下？一个小孩掉在水塘里头？不会的，下这么大雨，谁去打捞？老头，现在有一个特别的报告，警察总局请各界人士注意，九龙市佛道43号王宅走失了两名男孩，大的王景芳9岁，小的王景成8岁，二人都是身穿咖啡色有黄花的短袖夏威夷衫、黑短裤。Thank you.
去找人来救你们出去。李老师的救人来救我们呢，哥哥，我冷，你这手那么冷，还出门？送到医院里去，让医生检查过了才可以销案。还要不要喝水？消息没有？有没有电话？孙川的母亲来了个电话，说他一宿没有回去，到处也找不到他，说你也去找过孙川，你找到了没有？爸爸，我怕。不要怕。哎呀，你身上都湿了，别着了凉，快去换衣服去。什么？你太累了，你太紧张了。爸爸，你不知道。你一宿没有睡，快睡吧。喂，哎，是的，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孙川，喂，你找到了。什么地方？哦，南华医院。好的，我马上就来。爸爸，走吧。弟弟的热度退了很多。黄景辰，拿药。啊，你看着弟弟啊，我去拿药。休息休息，这是他的药。再见，秋华，你别走。姐姐，
你们来了我就放心了。我想找机会见见你。你不知道，他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个孤儿。哦，他为了你跟我要找事情养活两个弟弟。我走了，学校方面我决定辞职，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秋儿，小姐，你在想着你。李小姐，自从在荆州岛见了你以后，我一直很佩服你的为人。我希望你能跟我爸爸在一起。我的两个弟弟很喜欢你。我不说，真想不到你们瞒着我见过面。媳妇，你上哪去了？儿女，你出事啊？我没出事，急死我了。大家都以为你失踪了呢。姐姐，皮包。你看，都是为了你们，害得大家淋漓羞雨。来，谢谢李老师。谢谢李老师，李老师在我们家。